去心发慌，梅花它出走一半个月，梅子里有心酸酸，你们。我母已是何其伤他心，恨真这恨的说为奴没钱，没户啊都是不及苦好，你可知我你呀是你孤独上，不知你如今在哪里，不知小妹，侬日头没退，哪能又出来了？我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不是同侬讲过了，那姆妈外面有眼事体，明早才会回来的啊。爹爹，侬骗我，我晓得妈妈同侬吵了以后，妈妈才离开的。不许瞎讲！我要妈妈。姆妈，不是迭种个人。我不要，我要妈妈，妈妈。不要哭了。小妹，爹爹啊！小妹，爹爹不应该动侬放的恁大的火，来，到里向去困脱些哦。催命剧
高发飞度差点让我顶给老幸亏是听得我多关照，那个是军事，苏梅和老子我手中。以牙还牙，以欲报怨，再见早。梅花，梅花，哎呀，梅花，侬快点呢！邵先生，侬叫我啥？哎呦，第能就对了。我不想离婚了。啥？侬不想离婚了？干嘛？昨天夜里侬哪能对我讲的？我想了又想，我是离不开我的家，更离不开我的丈夫的女儿的。好吧，既然侬离不开了。过来吧。啥？啥？侬这个半个号头，洗个、吃个、用个、身浪向扎个，侪是我的钞票啊！弟能吧，我拿我的金银珠宝抵押给侬，好吧？啥？金银珠宝？都是一些拾铜钿的，是我结婚的辰光，姆妈偷偷给我的。哎呀，我讲梅花啊，侬万不能留恋这个家，离不开侬这个丈夫。伊对我好个，伊对我好个。好，好，好，侬出走半个号头，伊来寻过侬伐？伊一定寻过我了，肯定是寻不上我。哼，算了吧啊！一个十年才嫁的穷丈夫，连自家都养不活自家，今后哪能会养得起自家？哎，以为得把侬些迭个？难道侬就不想写了吗？素玉，弟能吧？侬到外面等一等，让我自家进去同伊讲好吧？哎，弟能。侬就对了，哎，老姑，侬要快点啊！喂喂喂，是梅花回来了。梅花，侬回来了，快进来。梅花，这个几天我到了啥个地方？我到处在寻侬啊。梅花，侬哪能了？是红菱鸟在
早晨暗算为难为为梅花啊吵吵闹闹心上事想我亲娘要回来迎风小子娘风飞一家人寂寞悠悠孤农地被淹水了吗？美户，我去看看小妹去。美户，美户，此地有人吗？有人。同时，你是？我是此地的主人。那么，苏美户？是你什么人？梅花是我的妻子。哦，哟西，我明白了。你是苏梅花的谁丈夫？我是苏梅花的后丈夫。啥？谁丈夫？后丈夫？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哟西，我来做啥？我是来寻找苏梅花的。侬等我出去！八嘎！死了死了的！我梅花，你是啥人？苏梅花，过来！梅花，苏梅花，过来！梅花，苏梅花，你的，告诉他，我的是什么人？
今朝来什么的干活？你不讲，我实际讲。总之呢，今朝我有一事来报之，梅花易是我女人，夸人夸女不隐瞒，我要侬由他来离婚，为此特地上门来，想必你一定能答应。好吧，侬自家落去看看吧。离婚一年时，呸！总之两人用字不穷，要我答应万不能。一个十二岁嫁个穷丈夫，连自家都养不活自家，这只嘴巴还得能说？养得活养不活是我的事体，用不着侬管，你等我滚出去。娘娘，素瑶，素瑶，素瑶，原来侬才是狗血的少素瑶。子良，子良，打我的，打我的！走了，走，走到啥地方？咦，侬爱到啥地方就到啥地方啊！那我这个家呢？哼，这个家，苏梅花早就抵押给我了。妈妈，邵先生，我们后面有间三房，让伊拉两个人到里向去住吧啊！没商量的余地。此地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房子，侪是我赵素勇的。海乐官，我求求侬了。海乐官，求求侬。海乐官，妈妈，子良，哪能办呢？伊不答应，哪能办呢？妈妈，梅花，我连夫妻一场，想不到。我妈妈，thank you.
难道侬再不想歇了？不能，我再也不想歇，再也不想。是位置，大条都赢。我，这，这位，我的这。